Khi nào hai con hai con khi nào hai con khi nào hai con khi nào hai con hai con hai con khi nào这里海鲜很好吃。哟，这么巧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吗？我今天换衣服了，我今天穿短裤了，今天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换了一个包。哎，没关系，包丢了丢了嘛，你看你。你这什么穿的白色干嘛的？还有毛衣吗？这是连的，没有一点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这一件的。我买什么去了？螃蟹的味道。那当然了。看里面有什么吗？哎，这给筷子了没有？有没有筷子？没有筷子，没有。现在我们就是印度人。把你尝尝看，好吃吗？我是哪一个？你说。随便你吃啊，你这个这么多来。海鲜，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么会吃啊！这个海鲜，这个你把那个吃擦擦了。没有筷子，怎么样？这个好吃吗？嗯，嗯，好吃吗？这个好吃。真的好吃啊。对，这个非常好吃。对，好好吃哎。我以前经常吃。为什么你不带我去吃呢？你不配，你吃肉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吃肉吃肉。这是什么虾？你看这个多大！哎呦，这个怎么吃？哎呦，这个东西就不剥也可以吃。吃虾的时候，我希望我有男朋友。吃虾的时候有男朋友，不吃就没有吗？对啊，吃的时候想有。哦，帮你剥啊！哎呦。对嘛。哎呦呦。哇！你看这肉，你看这肉多大！哎呦，哇！要不我帮你剥一个？你没事，你先吃吧。哎。哇，这样大的。哇！太厉害了。怎么样？新鲜吗？好吃吧？这个非常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有这个肉还没吃完，哎呦！那我吃嘛？你先吃，你先吃。这个螃蟹我不吃，你不吃？我不想吃这玩意儿。海鲜，其实我对海鲜不感兴趣。你真的不吃？我不吃。那我全部都吃了。你吃吧。螃蟹，我这个东西我不感兴趣。你不吃？我以前在海边，有一个女孩给我准备好帝王蟹，很大很大一只，那一只蟹就要50万一只。我就吃个腿儿，其他东西我不想吃，我觉得不好吃这玩意儿。
跟我妈一样不喜欢吃螃蟹。这吃的过瘾吧？啊？哎，慢慢吃。哦，你的手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的手都站了，哎呦。要不要我帮你这个手？要不要我帮你刷两下？嗯。这手太油了，油了。嗯、我给帮你擦干净。这手比较强。哇。哇，这都是肉，你看这边都是肉，哇，很紧实，这个肉没有空，怎么样？这个感觉？说感觉嘛，你看你。好吃、啊。好吃、啊。哇。能吃的就是火，最享受的。哎呦呦，可以可以，多长时间没吃这玩意儿了？螃蟹，别问了好吗？没事，你说嘛。嗯，一个月。一个月吗？嗯。我以为一年呢。哎。哎、嗯。这么多吃的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吧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。因为这个有很多腿。有很多腿。喜欢吃炒鱿鱼吗？嗯，也可以。哎，我说什么？嗯，今天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帅。真假？你不是因为螃蟹就帅吗？就是你有跑腿的帅气。有，我谢谢你啊！今天哦，你今天穿的很漂亮。哎呦，你今天是不是真的穿很仙？带个围脖啊？哎呦，带个围裙出来。哎呦，可以的。你这个围裙，哎呦，很漂亮。哎呦，2021年最新款。哎呦。我在那里看了。你这个款式真的是可以，可以的，引领2021时尚潮流，可以的。刚才不是你说那个像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就挂上面吗？对对对，你就是吃海鲜嘛，那个白色的嘛。哎，可以的。嗯。最近呢？哎呦，我是你爸爸吧？爸爸。再喊一声。爸爸。哎。好的，我给你拿。要谢谢爸爸。哎呀，你谁啊？我爸爸。认识你吗？哇，给完就。你都大了，你有可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女孩吗？哦，你要想的话，我可以再给你生一个妹妹。